起流于形式的宴会，我还是更享受和你一起。今天的时间我预定了。啊，琴谱。谢谢你。想来试试。嗯，这里应该是。感觉怎样？我虽有学过一些舞蹈，但总归不那么熟练，就只给你一个人看吧。你还真是执着，那就一小段哦。如何？可还喜欢？外面的天气现在……也没有什么人，看起来还能和你再待一段时间呢。要回办公室。我的会议正好结束，或许可以同行。在想什么？领带歪了。这样才好。这套衣服总觉得有些不合身。马上就要下班了。这几天林玉不在，晚上有空的话，来家里一起吃饭吧。今天的工作差不多就这些。那个，没事。这个季度的合作预算，这里似乎应该还有一些上调。还好没有洒出来。管理员，那个要来点吗？